Hello， 大家好。这期视频呢，我要带我的好闺蜜去一起逛一逛哈尔滨的老城。因为上一期的开箱视频呢，大家看到了满桌的吃的都是她给我从北京带过来的，真的是飞跃15000公里来看我，来见我。所以呢，今天就一起跟我们一起逛逛老城吧。现在来到了哈尔滨老城的武器广场。Oye, mi prima, lo de nosotros es como el dominó. Esto no es al virao, esto es al peao. ¡Ay, nada más! Es tan difícil este amor. Ya no sé si amar desesperadamente o dejar de amar. Los días.Van pasando y yo、yeah. sin decidir qué hacer. La suerte es algo extraña a veces y es mejor no ver porque hay que conocer. Porque hay que conocer. Porque hay que conocer.Se detiene aquí ya, no puedo más. Amar es lo que debo hacer, pero y mi felicidad. De todas formas, ser feliz es un lujo para mí. Y creo que al pensar en ti, tengo felicidad. Me basta con pensar. 我们在古巴的军训已经开始了，没汉堡。没水，宫保鸡丁没有鸡，不是宫保鸡丁没有花生，不是宫保鸡丁委内瑞拉买的，宫保鸡丁的鸡是冻的，花生委内瑞拉买的，豆瓣酱中国背来的，宫保鸡丁没有葱，对，不是京酱肉丝没有葱，京酱肉丝没有葱，没有豆皮儿，没有豆皮儿，肉丝还不确定，酱还是从别地带的，北京带的。但是这有我，快照我！但是这有我，我。好啊，这是古巴最有名的一家咖啡厅，我们平时喝的咖啡都是从这儿买的，然后它是现磨咖啡，我觉得很好喝。要优雅，你们俩能优雅的，我当没有的。我就喜欢喝这种不带糖的，非常苦的，因为它这就是糖，就是糖。哦，这糖里面有蚂蚁。不是，这个很正常，没事儿。没事儿。一点就喝进去了。你让它自己弄，把蚂蚁挑出去。也许那只是小黑点儿，不是蚂蚁。对，它就可以处理干净。我特别喜欢古巴的这个咖啡，因为它是苦味的，就是。因为好多国家，你看都是酸的，我不选酸的，我选更苦的，而且我不放糖。你们俩干嘛呢？啊，那么管什么倒着放，看了吗？啊？这是一个意外，啊，太美好了。Vamos, vamos, vamos, vamos. 快快快，尝一下。这个 Mojito 是超有名，它因为是据说是排名世界销量第一的鸡尾酒。快尝一下，但是古巴的最好喝，因为它是起源于古巴。海明威特别爱喝的，然后你猜海明威一天能喝多少杯这个？20，少了点，30，他能喝16杯巴巴多雷，其实就是两份的这个酒精量，所以他相当于可以喝32杯这个，超厉害，所以他有创作灵感，我觉得艺术家就需要这个，但没什么酒精味儿。对，这款就是因为没有什么酒精味儿，所以点给你啊。但他也是排名世界前十。
嗨，我还没醉，但是我快醉了。但我超喜欢这一款，我觉得提神又好喝，又不容易醉。De todas formas ser feliz es un lujo para mí. Creo que al pensar en ti tengo现在这条街就是古巴的南锣鼓巷大街，都是一些店铺啊、商铺啊，然后小吃店啊，就是游客必来的一条街吧，就是游客比较多的一个地方，然后也是店面比较集中的一个地方。我们现在到教堂广场了，就是哈瓦那老城区四大广场的最后一个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广场就是前几年朗朗来这儿开那个钢琴演奏会的时候，就在这个广场中心放，对，就在这儿放了一架钢琴，然后在这儿开的演唱会，开的这个演奏会。勾不勾，就是这儿露出来，感觉还是很不行。谁他妈看你勾啊！你还靠这个？卖点肉？没有啊，你又没肉。所以我就说，今天早上穿一个就是能露肩的那种衣服，结果马雪说改天。哎，喝半瓶热。哎，热。我这个可以脱，因为我里边是抹胸。哎呀，还露着呢。